2021年十月七日，今仔日是礼拜五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呢，差不多拢是侪云到好天，有云同款。即、這个午后过了后呢，部分所在啊，同款有局部雷阵雨发生的机会。旧历行到八月二十五号，那气温的方面，对北到南西半部，差不多25度到34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和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来，感谢啊！今晚就来加进行着咱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加看新闻。来，咱同款吼啊，首先来加报这个中国病毒武汉肺炎今仔日上新的情形。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啊，伫今仔日公布咱国内啦吼新增加11名诶中国病毒武汉肺炎啊，这拢是境外移入啊，另外个案当中。新增加一人死亡啦吼，啊，指挥中心表示，今仔日新增加一人死亡吼，这是60几岁的女性，有慢性病，原来是万家社区吼，迄当时感染的其中一人吼，其中一人啦吼，啊，另外今仔日境外移入11名的个案，有5名男性，6名女性。年岁伫10几岁到40几岁，分别来自美国，啊，阁有洪都拉斯、日本、印尼、越南、柬埔寨吼等国内入境吼，即以上甲咱听众朋友来做报告啦吼。本土的等于零啦吼。诶、本土加零对啊、我感觉美国会比来六个啊咧。吼、咁做就真正有影吼，好来。啊，这游玩同款啦，吼，也是一句话啦，该注意苗就注意苗，吼、啊，个人的防护做好势安尼，吼，来好，感谢。来接下来，咱来个报这个国民党的新党选党主席，吼，这个未上座的，对，这个党主席的报道以外的时阵，就去用批评家，吼，无一块对。啊，批评含强会吼，少配合即嘛吼，唔但国内批评尔，另外国的人啊跳出来咧批评。我咧看吼，朱立伦即回当主席，我看要做诶作势，我看困难啦，迄了伊也歹做啊。朱立伦来恢复着即个习近平啊核电好意啦，诶内容连外国的媒体都对啊。来批判朱立伦这种行为，就是勾结敌人。这是印度的记者吼，印度的记者吼，炮轰朱立伦这款的行为啦，就是咧勾结吼中国共匪这个敌人吼。咱来甲听看这篇安怎写吼。即时新闻啊，这是印度时报的一名记者叫做吼鲁德罗内尔戈森。鲁德罗内尔戈森啦吼，伊伫昨昏30日针对着国民党党主席吼选举发表评论，伊认为讲准党主席朱立伦恢复中国共匪的核电，并且将两岸的紧张的局势甲归罪对民进党的身躯顶来，这就是彻底彻尾的陷死因祖公的代志。并且气候印度这个记者批判朱立伦讲这个行为，就是甲敌人勾结。哎，这咱国内无人看有哦，吼、咱看着讲啊，这个啥国民党含共匪都西本就是在讲话，笑干掉的，西本就是兄弟呀。但是咱外国人看讲，你这个是含敌人勾结的。你就是批讲啦，批讲的尊严啊，其他的中国甲台湾这有较紧张了，对个，迄就是。民进党反中，讲讲民进党反中，讲民进党反中，噶就成安尼啦。啊，我想讲是中国话阿爸，所以继续。来，这个啊，歌神呢，一个表示咧讲呢，伊讲朱立伦并唔是第一道当选党主席呢，伊也唔过去处了对啦，伊随时为伊家己挖一个窟啦，同我甲跳落。中国共匪寄来了核电当中强调讲要恢复台海和平，强调反对台湾独立，要来争取和平，谋求统一。这个时阵，任何一些有智慧的政治家啦，拢应该爱闻到，这是一个窟啦，一个陷阱。朱立伦煞怣嘟嘟了，对啊啦，看唔捌这张批，结果。竟然搁再甲回批，
上台海两国紧张的局势，同啊个规矩抹黑对民进党的身躯顶去，表态讲伊反台独、反台湾独立，也吼，佮宣称讲，拿以九二共识为基础，国民党会当甲中国共会求同存异啦。歌神伊指出咧，讲朱立伦的举动唔打是贴地贴尾的汉斯因做工的代志。而且都那亲像政治自杀啦。目前中共呢不时对着台湾进行了吼军事的威胁，朱立伦收到，而且吼认同中国领导人的核电，这会当被看作是甲敌人勾结。在民主的国家内面，这个政党的领袖接受到敌对国的元首的核电，这是有够含的代志。佮再来。朱立伦表态反台独，已经嘛说明伊就是亲统派的。虽然朱立伦有可能会以九二共识来个做解说，但是这已经无重要啊。歌神伊认为讲九二共识对中国来讲只是被用来强调一个中共名，无可能和国民党有其他解说的空间。连印度记者都看得清楚，但是佮又是中国名，他就变成这个代志。哎，上古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是哪说咯？而且台湾2014年太阳花学运，2019年支持香港反送中，拢一再的显示中国的一国两制受到台湾人的拒绝。国民党也因此输掉了2020年的总统大选。朱立伦为什么会犯下了这个政治错误呢？唯一的解说就是朱立伦是在党内啊亲统老卫兵的帮助之下来当选主席的，因此伊恢啊这个恢复中共的核电就对了啦吼。歌神伊个强调呢，但是朱立伦的举动同款是错误，因为台湾的少年家囡仔拢想要维护民主独立的地位。而且这嘛引出了一个问题，习近平明知知影发核电会予国民党诶不良诶影响，是安怎样阁要安尼做呢？有可能习近平并无关心国民党诶死活，啊，这个习近平知影吼，大多数诶台湾人反统一，安尼有利中国煽动中啊，煽动中国民族主义。这嘛是为何定期的派出军机、军舰来威胁台湾？歌神伊认为，未来会有愈来愈多台湾人会来吼疏远中国，而且台湾也有可能正做啊习近平中国党内权力吼促进集团计划的政治工具。国民党伫这款的情况之下，徛伫台湾的安全甲政治的考量就对啊啦，是时阵爱来放弃九二共识。当中国共会家己吼破坏了这份的共识，国民党也必然爱对安尼做了对啊。结果今仔日的朱立伦，咱看到完全怣嘟嘟，人乌骨啦好跳，伊不但跳落了后的时阵就对啊啦，神算要甲民进党扭扭，做伙跳伫迄个骨啦落。当然民进党不是戆啊。我今仔不是戆去跳的咧。我今日咧困啊，是跟共产党大家讲的，做伙学的，学了做伙跳，安尼就对啊啦吼。好啦，阿姨即摆强调，即个中国个军机咧射台湾的责任全部拢塞互咱民进党，即等于互中国会当对国际讲嘛。我你甲看因家己在阿党在咧讲啊，确实有影是民进党搞怪拗完啊，白目啊，所以阮胡林义甲必须爱安尼背啊，就变成安尼嘛。哦，所以朱立伦虽然是一个在阿党的主席啦，但是伊内面讲吼讲。一个民主正常的国家内底，迄个在野党的主席去接受着敌对国的核电，迄是足奇怪的代志了，对吧？吼，敌对国哦，敌对国，你来讲今仔是日本来甲攻核着这个朱立伦，迄话肯定闽南是敌对国，美国来攻核伊，拢这拢无问题，偏偏就是咱的敌对国中国对发核电。伊个真正个回，阿个回先，佮完全拢照因个剧本行呢啦吼。佮神速个民众站者，佮神速个民众站者，阿甲即个台海整个危机加迄个紧张个责任全部杀过了民众个。即、我感觉是好事啦。真正我一再都那有讲过吼，即是好事了。对啦。较会了解台湾人，较会了解，我国民党就是即落啦。对，就是即落啊，即是对台湾人是一个真好个。
迄代志就对啦。那无清楚台湾人迄头顶通做流民，即帮人共款诶啦。啊，就村民遐。诶，村民遐人尔，啊是每一个台湾人看听到即款诶即个因素就对啦，讲法就对啦，吼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倒一个袂感觉讲，你国民党卡讲迄个话，我这是上简单的讲法尔，上较保守的讲法，讲国民党哪安尼呢？哦，到底足侪台湾人讲国民党哪安尼呢？安尼清醒，唔知佫加偌济人的清醒，伫台湾这个土地顶头的台湾人，唔知佫加偌济人清醒，即个，即个做啥？朱立伦、唐习近平，即个和平过程中间。啊，包括媒体记者伫咧写过程，都对个读者讲啊，原来朱立伦国民党是安尼，朱立伦嘛是同款啊，较早咧讲张亚中，对不对？对啊，张亚中当选就免讲啊，迄大不单啊，但是咱朱立伦敢唔是当时唔是像张亚中迄种型咧呢？哦，对不对？吼，比如讲讲话较有理性迄种型咧呢，安尼咧。结果动算了，你看看变成这个，有随便啊。所以有种知识，我今日在讲，比如叫台湾人看拍卡手，对不对？安尼，我感觉这是好事。好啦好啦，啊，这国民党的亲中啦、甲行中啦、贵中啦，这应该都都伫台湾来讲不是新闻，但是今仔。姚林他的这篇，这是一个印度的记者观察出来的。外国人哦，这是外国人观察出来，好啦，台湾人家己去观察未到，安尼啊，就真正失散嘛。好好好，好，来感谢哈。即来用一个比例来讲吼，系，这边苏干那讲，民进党伊即个时阵伫一个家庭，伊是扮演吼一个军人。嗯，啊，这个军人咧保护这个家庭，因为外口有人吼掠刀掠枪要来抢劫。要来拍这个家庭内底的成员，啊，当然民进党伊扮演一个军人，伊爱捍卫家己的家庭。甲对方呛讲，你若来阮兜抢劫，我绝对含你输赢。但是对方就是阿爸，不是就是要抢劫，要抢劫。忽然间，这个家庭内面有一个姓朱的成员，叫做朱立元，跳出来讲，今仔日有人要来甲咱抢，就是恁民进党的这个军人啦、啊。嗯底下咧捍卫这个家庭，咱唔正要来敢抢，咱唔正也多也想要来甲恁恐吓。就是咱无乖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啦。伊去投予世界各国的人听咧、嗯，啊，这世界各国的人啊，拄好今仔日诶，这个啥物啊？这个印度内底这个记者看有咧，包括印度这个记者，伊讲吼，伫民主国家政党的领袖接受敌国的元首的贺电，这是相当有够含的。正是咱妈印度和中国冤家过呢，虽然不是讲冤得足严重，但是事实是真的冤家过呢。有一天印度的总统也好，总理也好，选举了后新当选，忽然间强于头啊，甲核电的时阵，哎、欸，这就是伊咧讲讲，这是糟糕暗的代志呢。阮印度咧选总统，恁中国强于也袂当选，阮选掉着总统总理的时阵，你咧核电咧核啥货啊？含你有啥咪？好，含你有啥咪地带啊？不，伊指的是政党的领袖啦，政党，唔是迄、那、落、個，唔是迄落政权，唔是国对国的领袖，伊、嗯、讲的是政党的领袖，对对对对对，国对国外交，啊，国对国是外交官的，这个加减有当时啊，就算讲对国买发一个，加无加无，对啊对啊对，吼啊啊，你像迄落金小胖啊，伊若讲要甲川普问好起来，川普嘛是会当阿回电嘛，啊川普就问看金小胖讲，啊你飞弹阁出几粒啊？吼对，啊金小胖就问川普讲，啊你最近退休了生活安怎样啊？这是不要紧，但是你这个若是一个政党，单单讲是讲一个国家自由国家拢做一个政党，啊你其中有一个政党特别就去接受着敌对国的核电，吼、哦，这就真的是足憨狗的代志安尼啦，重点是伫遮。习近平哦，伊伫中国绝对有人的肖像啊。但是伊会通国民党啊，肯定也是甲因中国遐人讲，你看嘛，国民党我甲顺服啊，安尼乖乖乖乖乖，对不对？等于咱的这边这人啊，嗯、我大家伫台湾的中间有国民党的存在最好啊、嗯，对不对？哦，所以顺啊，习近平是讲了对啦，厉害啦，咱用心讲啦，吼、哦，哦，有那不简单的人啦，吼、哦，安尼啦，啊，国民党炸着。我想朱立伦这人较会安呢吼，安呢应该伊是自我像我印象的中间比较讲话较得体的人一点好不？安尼吼，啊，当然这人张亚东其实接受着啊，都不讲啊，对啦，安尼结果就是嘛是安尼，所以国民党内这都无一个真正为台湾的力咧。
无一个啦。啊，我就讲过啊，较好食的鸡腿，蛋仔西骨内底，伊鸡腿就未食起来。对啦，对啦，对啦，是安尼啦，哈。对啦。好啦，来感谢啦，哈，来进一个广告，下面再个倒转来，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青山公司让全国免费的叫会专线电话哈，来感谢。我八块在考呢。哦，考前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嘿，什么贵叔？啊，我是讲，我过年在这吃乞讨，哦哦哦，因为下面谈谈关咱乞讨的代志。哦，安尼好好好，来感谢，谢谢你。嘿，我带你讲，你讲运作得好，你就把我介绍出去呢。我，嗯，我啦。哦，安尼好。安尼这乞讨，嗯哼，所以我真正确实在救人的啦。哦，安尼好。当个时我要吃正常吼。嘿。我讲起身体哦，感觉我会使讲，哦，坐也袂坐，徛也袂徛，倒也袂倒呢。啊，你唔着酸痛？是咪酸痛啦呢？安尼哦。就是。咱伫这部中所讲的什么视力神经失调？哦，我们是骨辛苦变了，对啦。辛苦了失调哦。安尼哦。有古电影馆的阿青阿在讲的是一部分失调，我是讲三项拢失调。哇，有够吃了对啦。卡个酸骨麻，哎哎，都食袂落去，佮喘气喘袂得，头壳佮戆戆袂困袂去。哇，安尼哦。你看我骨辛苦安尼吃呢啊？哦，食袂落去呢。安尼吼。啊，前个当安尼食，咱是叫做食偌久去啊？啊，食冬瓜嘛。冬瓜吼，啊，即卖安尼经营，拜托你甲阮。我有治病吼。嘿。西药食，哪只哪当袂用？啊，个中药食，哪只哪当？我中西药拢都有食过了，对啦。头是到石头。安尼哦。对哦。一阵哦，啊，我阵会使讲五十五到六十公斤，瘦三加剩这个四十六公斤左右哦。哦，安尼有影，有影。不但是安尼哦，我血压降到什么挂低呢？或者。刚刚从管理完管理哦，五十，哎呦，加三十，五十三十，哦，我讲啊，你无空气哦，讲啊，我多啊，我多安尼啊，赶紧甲挂急诊，送入去管理，去交病房哦，我转来哦，安尼哦，对哦，哦，以前我车站的呢，就要就拢袂有人去接嘛，啊，你快等咱来去做，我都听直播啊，好听直播吼，我想讲。都去去当卫生局啊！伊话其他无什么用啊嘛，都有家教过啊嘛。嗯。啊，去检查都冇病。嗯。我什么器官拢正常。安尼。你怪只几时健康，几时健康？安尼好。哦。我自己身体是正常。啊你即马在咱去做高将是当官吼，安尼你将你改善的部分，会当甲恁讲一下无？啊，都第一。嗯。就是讲食袂落去啊。嗯。第二就是偏哦。嗯。就拢袂爽快呢。未爽快哦，拢未爽快，拢哎靠冷气一直吹哦。好好，安尼哦。一个月去抽冷气，抽13000几块。安尼哦。啊，若无冷气，就咁要作气。好。啊，你咪去到食落去吼。嗯。食两罐。嘿。伊偏吼，喘气先改善。好，偏先改善。哎。嗯。啊，第二，啊，滴胃都食会落去啊。好啊，胃都崩落去啊。啊，崩食袂咧，我一吹崩啊，一吹汤，安尼硬灌落去。安尼就吐出来了，对啦。啊，不多就水吐出来。哦，啊，即卖去到。食两罐鸡，这个胃就开始有改善啦。我胃两罐是对这个鼻喘气，好，就小可唔免讲冷气吹安尼，就会当喘气啊。好，啊，这边来滴胃，好，胃这边来滴，迄种我冇出来坐骨前倾哦。好，我阿先真好是好电脑听咧。好，嘿，好壮啊！伊，你好白噶，佮是我咧尿骨。好白噶哦，你就是肥咧。系安尼哦。哟，啊，食了都即身体改善。哦，啊！这胃食饭，嗯，啊，不渐渐就是改善。食饭我感觉，这明明都是甜的物件哦，这比酸的，酸的这类比迄个比那种比甜的啦，啊，咸的比甜的迄面在那变啦。安尼哦，不，因为就买那那偏干哦，反正都变去啦。安尼哦，哎，我好像讲过听上面，哇，你们家吃米啊？是啊，你啦，这个米啊改善了。好安尼好，那困，古天就拢未困的啦。我拢未困，因为拢未困的，只是也未困的啦。安尼好，啊，即嘛食了小可会困的。好，加点三四点就是增加咧。好，没有。啊，加暂时拢有改善，好些无。啊，身体啦啊好啊啦。好安尼好。即嘛是一个点点啊吼。系。目睭。一阵我去个医中医师家，他们讲啊，你青光眼。嗯，啊，心有小觉，好啦。
真感谢哈啊，咱这大哥哈啊，这个见证讲不了。那无说都未使，因为时间的问题，对不对？别当讲遐久啊，啊，这时间限制较足严嘛吼。简单讲个，即个自律神经失调症，规身躯拢总病。朋友来甲看，可能是要看最后一面的对，少未够啦。因为咱的许多山，何以身体拢好起来？简单就是安尼听尔。伊个毛病严重性，我伫个过程中间更加有够清楚了对。啊，伊啊，进程是到底白层顶头吼，伫个嗨呢嗨呢嗨，即嘛吼。好起来了啊！这么滴卡好起来，跟着唱歌，唱歌唱个古都不好听了点，好、哦，所以这个是咱叶先生叶大哥了点，吼、哦，特别跟咱讲了点，吼、哦。所以说呢，对现在公司许多这些产品吼，他总比如伊那不科技比吼，无多啊，咱公司是就是安尼啦，吼、哦。所以老林不了解，拍电话来哦。做上侪询问，正好，佮无副作用的产品，现在公司只产品，吼、哦，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是非常的感谢，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咱即马是厝内个别信山公司产品十款的朋友呢，咱都加上三款以外，咱还佫提供真济的精品要来互朋友做挑选。买十款的朋友呢，你也当个更上新的精品，就是水珠陶瓷炒锅一支30公分宽。咱内底去加一支榉木吼，这样我木制作旅行的坚实吼。啊，当然伊这合金做成，伊啊规支吼，伊是用迄个陶瓷灰啊来甲做处理，所以咱的主家卫生健康，佮唔免烦恼的条件，真舒适。咱每十款的朋友，你当个挑选一支，你要经14寸正台湾制作旅行的电风，你要个金梦特胶，热天也无摊啊钱呀。要经信山公司另外有30粒，整个保顺健、惠安、苏喜、六星金立明30粒，这拢会用一路，咱一道经一项为关键吼。啊，另外一处呢，个别信山公司产品5款的朋友，咱都加上一款以外同款，有真侪精品要给朋友做挑选。美国馆的朋友呢，你原来等下经上新的唱片，就是咱美生鲜白体亚吼啊，正白体亚做三控素香烟的隔热丸一支，啊，这个隔热丸真大滴，伊敢那宽吼，嘴的宽度都有15公分宽，听到朋友15公分是足宽呢，深12.5公分，深顶的是一块真大滴瓦工，当然听到朋友你听着，你感觉讲瓦白体亚的。啊，这吼，搁只大机安尼咁好捧，咱有一支病，这支病顺白体啊，这做诶，会当我你捧起捧了，请熟悉，你免烦恼讲吼，会去吼啊，去烫着烧着。另外，伊这个嘴只有个做一块挂，一块挂够水，唔嘛拢顺白体啊，这做理想诶吼。迄、那个密封度看得到的有够白诶啦吼，啊，会当保持着吼新鲜卫生，咱要冰烧、冰冷、冰咸、冰甜，拢总会使。美国馆的朋友，你当来个挑选一支。当然，咱美国五馆的朋友呢，你要经什么都保温杯一支，你要个金白沙湾起过一条，金盘红盘色半打，你要个金无凡丝的洗头毛巾一罐，金清净海宽宝洗衫巾一包，这拢会用得。咱一道经一项为原则，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支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接了，那么邀请听众朋友呢，做来欣赏这首歌曲《新庄黄小姐点播》，叶克典演唱的歌曲《朱苗心》。天气若烦，看命替咱加倍大，只
心不嘛知呀，你的家事我嘛有听，我的打拼，我的打拼，真有好名声。天气若反寒，寒命替咱加倍担。你的苦心，阮嘛知影。你的家事，阮嘛有听。阮的打拼，阮的打拼，争取好名声。感谢啊！咱个回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会在时啊8点到下暗的7点，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吼。好来，咱继续过来甲进行节目看新闻。来，接下来咪来个报一篇这个中国的经济吼。咱查最近这个中国吼，有关这个啥建筑啦吼、房地产吼，即马咧一间一间开始咧大崩盘。啊，结果是伫这个时阵吼，中国工会呢，煞命令讲吼，因这个补教啦吼，就是补习班，讲竟然讲原来袂当开吼，啊，这啥物原因咱唔知影呢？啊，或者做这个补教的老师啦，吼，讲安尼，大家三生失业无头路吼，啊，这原因出伫对当吼，真正想无吼，这毋是咱吼，这个对经济外行外路的人看捌的吼，啊，一篇咱来连无听众朋友来做了解。你讲今年以来，中国的房地产的业者啦，安尼一间一间一直关店倒打啦，连迄个补习班的老师都掉啊啦，也被团灭呢。团灭，嘿，团灭就对了。规团灭掉，差不多规吼，规个中国，你只要开这个补习班的，全部拢要给你消灭掉。是什么原因？啊，都唔知内面嘛无消，我特别奇怪，这有啥物原因呢？补习班的教囡仔这都好咧吼，啊内面个吼消灭掉吼，包括啥物呢？
包括迄个电商啦吼，嘛拢比这个啊这个缩迄、那个压缩就对啊啦，差不多有几千万人的头脑已经吼买无保吼，买无头脑去啊，那个再加上大规模的限电啦、啊，中小型的这个制造业者根本都挡袂落。包括外国的企业吼，三者多忙离开中国，包括今年有909万名的大学生毕业，随毕业就随无头路就对啊啦。中国就业的市场环境即马是愈来愈困难。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咧讲讲，中国第一期的失业大军就是房地产的业者。中国媒体时代周报统计咧讲讲，一直到九月初啦。至少有274间的房地产公司宣布破产，平均每一天要倒一间啦。而且最近除了吼恒大集团以外，就对个9月15吼新力控股集团总部吼的员工收到吼啊剁掉半剁掉50%的薪水的通知就对个啦。了后又搁传出讲这间公司要裁员吼一半的员工啦。搁再来，包括烟蒂嘛裁员40%啦，花样年吼嘛裁员30%啦，包括雅居乐中部嘛裁员50%就对啦，包括吼区域嘛裁员33.3%，一个有万科、投资，包括吼海伦堡，包括中南拢传出个咩裁员啦。这个报道当中讲，中国第二期失业的大军竟然讲是补够这一地啦。就是补一班的头路，这一地中国端啊，这个当局了，底下宣布讲，补教的业者必须要变成非医啊非盈利机构啊，这是啥物？我看无呢？非盈利机构就变成未使收钱啊！啊，未收钱上，这老师啊，无收钱，啥物开补习班？就不是讲啊，讲吼，中国的这个补教业者了，底下啦吼。一夜之间，煞大比团面呢，差不多有几千万人，而且个老师了对啦，忽然间大无头路。中国的财联网有来讲出啦，讲中国的巴啊，这个报告吼，龙头吼，新东方总共有10万名的员工啊，创办人兼董事长吼，俞敏洪宣布，讲秋天的课程结束了后，将要停止小学。甲初中诶业务诶招生啦，啊各城市吼渐渐一间啊渐渐一步一步尾吼，从即个补习班吼甲关掉啦，目前已经裁员10万人啊啦，有个伫年底有可能裁员40000人。中国第三期失业诶大军是啥？电商啦，就是伫网络做生意吼买卖家了对啦，亚马逊吼。啊，这个大大的封锁吼，涉嫌伪造这个商品评价的中国电商的账号，包括吼、哦、中国媒体21世纪吼、哦、商业评论啦、啊，七月报道讲大约有25万的用户甲亚马逊市场吼、哦，诶，这个供应商吼、哦、共同吼涉嫌吼刷好评啦、啊。哦，这我实在看无吼、哦，啊，包括市场嘛，传出讲大约有20万的账户吼，已经列入这个亚马逊的暗杀名单吼，风和刁将持续到9月底就对啦。刷好评就是关迄落去啦，像讲暗赞咯，关赞的，关赞关好啦，啊，什么回事？啊，其实伊卖物件不一定也好啦。拢是假，啊是假咧假无。对，你爱灌水了，对，这个叫灌刷好评安尼啊。啊嘛，起初来讲吼，真侪反省就对啦。即马中国咱拄只有念到的啦吼，即、這个啊房地产啦吼，即马一间关一间啦吼，房地产关的到遮已经有274间破产啦啦吼。啊，即马来接续落去一寡吼投资的公司吼，就开始纷纷化裁员啦，化减薪水啦，啊来就是即个报告的业者就对啦，开始吼嘛突然间叫你袂当搁再吼营业落去啊啦。另外就是吼伫电脑顶面啦、手机啊顶面啦吼买的生意，即马嘛拢甲你剁掉啊。啊，习近平伊咧创啥？这不是照你讲，不是讲吼生意愈做愈大，愈请呀，中国愈有钱嘛，还是一堆剁掉安尼啊？这个什么原因啦？想无，尤其是猜这个补教业者，这实际上是想拢无。你若讲要教育要正常化的话，有无哈？
要互伊减掉迄个叫做补习班，迄个学校教育办落好啊。嗯。学校教育若办落好，家长囡仔免上补习班，补习班安自然淘汰嘛。是啊。但是唔是啊？伊这是用经济手段。哎，你想台湾补习班讲？对啊。你可能咧读国民校就咧补习啦。嗯。啊，初中、高中迄种、迄种暑假啊，还是拢是补习班咧补习。系啊，啊这到底是咧变啥货？咱根本就搞不清楚。啊，房地产因这是乌白吸金啦。系啦。乌白吸金投资啦，啊，然后以借用借安尼有吼，迄莫怪讲会倒嘛。啊，补习班这就真正想拢无咧，才补习班要创啥货？我记前几年前吼。就拢伫咱台湾的电视顶有看到迄个啥物啊，观影星吼，啊有去中国发展的人就对啦，因就拢互相底下吼小草样啦。讲我阮即马伫上海吼买一栋厝吼，啊讲吼买偌久呢？讲即马起偌济啊？哦，我伫北京吼，我闹到处房地产呢，啊包租偌济？即马无几年，我拢去赚偌济啊呢？我伫厦门，我来买一栋吼，老啊厝别墅，我伫底下互相安尼底下小草样安尼啦，我伫底下想讲，有遐尼好赚呢？真正是安尼嘛？啊，这就是差错啊！迄段时间从底下想讲，包括看看来要过中国做生意。哎，你嘛在有遐本钱，然后去投资遐。啊，迄个时阵咧无正常的差错嘛，你讲要打黄啊啥？嗯，有碰到无正常的物件，这咱应该是爱打，这无唔对，这要了解政府的政策。但是强辉啊，拍补习班，这我真正是安那想都想无。除了补习班，教堂习近平的理念不同的啊。我都无解收嘅。哦，啊，补习班唔错，咧教咱台湾的册咧，对唔对？我全部拢要收起来。无教，咱那是咱的主席，佮习近平大人啦。还是破料无够。啊，你若电商迄个有一个不少的电商啦，啥种种讲要整顿，这咱嘛个听有淡薄仔意思吼。啊，这个补习班这都在报案，我真正听无。但是他都在报讲几万人，几万人，这是中国来讲，是算小卡的啊。嗯，哦，无咯，全部甲算成讲几千万人的呢。哦，几千万人啊，无，他都后因报是几万人，几万人尔，唔是几千万。伊有一只几万人，几万人啊。其实吼，你刚刚讲今年因中国的大学生毕业都有900.9万人无头路啊。嗯。900.9万啊。要一千万啦咧，台湾要一半的人，底下无头路咧，啊，你个其他有诶无有啦，真侪啦，其他有诶无加加起来，啊，迄一人拢等于是一个家庭，嗯，有可能就是一个家庭，即个经济来源啦吼，嗯，啊，即林刚吼，听众朋友咱来讲对这种吼是安怎样，中国强回头啊，对这个补习班吼大补了对个啦吼。打补习班的对啦，那有知影有内行的人是不是吼？林刚那可以你白当讲一个吼。嗯，当然啦，可以你当讲。当然没笑，当笑讲。对。我真嘞，当笑讲是安怎补习班？当用笑讲讲啊。会使啦，好啦，当然笑讲煞未记，其他拜过吼。对。啊，然后。二来咧，看起来中国问题真正大咧啊！吼，安尼即爿可能真正要倒来款咯。希望不错是咧，不真咧。系啦系啦，希望是真咧啦吼，希望佮真正是倒。唔好咧，不难看。好来好，中国啊，即个市场真正有影吼，咱讲真诶，较早是人人爱去诶所在，即摆问题一大堆啦吼。习近平做家安尼，还佫有人要甲变。哎，有你那无讲过一句话，讲三干无食，红白加力，对不对？啊，即马这失业遐严重啊，啊，一寡即个建商啦，啥物倒的倒，啊，佫有叫坑，佫有叫坑钱的。嗯，建商倒唔是干啦，建商倒呢，佮买厝的啦，啥物种种有诶无诶，全部拢总合落去呢。嗯，这人偌济呢？啊，结果安尼中国到当时还佫压袂平安呢？你甲看，即个民族性，所以。你讲个中国人家共产党啊，习近平就民族主义啊，对不对？那中国人就是安尼啊，对不对？伊在这难呢，难咧出问题中间，伊就向外国宣扬伊的民族主义啊。真正有影，好，来好，感谢。好，来真正有影吼，那什么人啊，较知影讲谁啊？卡七八八八八个站补习班都要甲灭掉安尼吼，这然后知影这内容的吼。哎，来当年刚刚可以的时阵才敢讲，这些是为啥道理呢？安那讲不道理，完全除了这人吼讲的顺利，囡仔讲无钱啦吼，嗯，啊，同去学补习班补啦，啊，伊迄个主人乖嘛，就乖起来，系啊，哦，安尼，啊，无靠可怜讲的顺利，这同囡仔去补习读册也未妥，哦，
这是什么什么道理啊？真正想无啊！好，感谢、来进广告。即摆已经有迄个找着吼，是安怎样啊？中国政府乃禁止补习班啊，补习班吼，佫继续营业落去呢。有大难，有啦。最主要是因即个中国吼啊，讲合作即个中国国务院甲中央办公室吼，有迄个列出一件文件就对啦吼，禁止讲吼学生囡仔吼，读册过程当中负担相当。比如讲吼，写功课禁止，卖写伤济啊，包括吼下课了卖过去外口读册啊。啊，这都禁止学生囡仔，这规都学生囡仔的负担卖很重以外就对啦。上介重要嘛，无爱互这个啥老师啦、囡仔啦，包括囡仔爸爸妈妈吼造成着吼这个压力就对啦。上介重要就是因为一个政策吼，这个政策就是叫做减轻政策。这因安尼报吼，是讲合作迄个减轻负担啦，双减政策啦。双减政策。对啦，这个双减政策吼，最主要就是讲无爱互囡仔吼，伫学校派功课上侪互因。好像等于造成因的负担，包括下课啊了后，你袂当过去外口食头嘛，补习啦，这拢互囡仔一个负担安尼啦。啊，听你讲讲，干那伫因中国，这个补习业只是地了，对啊，一年当有几千亿个美金啦。讲大安尼腐败无去。啊，真正真好心，囡仔迄个也是还是要拨遐时间起来读习近平思想啊。冇可能哦，冇可能哦。当时中国会遮尔啊大心嘛，烦恼囡仔功课做上济，啊烦恼个囡仔补习班开上济，但是中国会遮好命啊，吼，对不对？唔知啥物关系啊？这就是阿德伊安尼报。啊，当然这是中共吼，中国国务院。啊，中国嘛，无一定讲，大家囡仔拢会补习啊。对啊，无一定。对不对？咱台湾都无，大家囡仔拢会补习的。你又讲禁止讲无要读册，全部校拢关起安尼做影啦。啊，你要读习近平思想安尼就好啦。啊，你个规矩挂学校，全部拢关起好啦。这不道理，无道理啊！这听咧到底无啥物道理啊！中国本来就无道理啊！对啦对啦，有道理。讲啊简单嘞，中国本来就是无道理。你别讲金山拢唔关道啦！有有有，好来好，感谢。来，咱时间的关系，准备哦，连播个电台做工商插播，好，阿兰先来听歌，稍等嘞，连咪再个倒转来，感谢。感谢。大家好，我是翁立友。您即马所收听是上界有人情味的绿色和平广播电台 FM97.3。无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嘛要潜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大家好，我是农委会主委陈吉忠，我要伫遮向所有辛苦的农民报告一个好消息。咱即卖农民职业灾害保险已经有将近300万的农民来加保。即马安慰受伤到职业病，拢会使来有保障，而且保费拢无改变。一个月农民朋友交15块，未来受伤到职业病，只要医生认定有开证明甲报告，大家就使来申请保险金。欢迎所有的朋友进来申请。蔡文总统甲苏贞昌院长对咱所有的农民的福利制度。一点100%来大家照顾，大家进来申请哦，感谢努力。以上广告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提供。中华电信 5G 客户独享免费 4K 影视赛事多视角直播、演唱会多视角转播、VR、AR 等精彩 5G 服务内容，申办年约方案就能用极优惠价格畅玩主机超级高画质云端游戏，聆听 HiFi 无损音乐，看 AR 电子书，还能享有游戏手把、抗噪耳机、VR 头盔折价优惠。现在就是申办中华电信 5G 好时机。中华电信 5G 舞动精彩，共创未来，永远走在最前面，中华电信。大家好，我们是奥运羽球国手李昂、王麒麟，我们是一个团队，彼此鼓励，坚持到底，就像防疫一样，
共同落实防疫基本功，接种疫苗，提升防御力，出门戴口罩，保护自己与他人，保持室内 1.5 公尺、户外1公尺社交距离，做好正确洗手步骤，一起为台湾拿下防疫金牌，台湾加油！有政府请安心，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与机关署提供。阮拢是伫遮在等待，看你轻松过日子。小李小李，就一点早的灯，亲像水中的浮草，浮浮沉沉，朦朦渺渺，阮的情梦最尽头，不愿感情若最后，才知酒外头，拢是做袂到。上放水流，捡着古锦章，就干那单调。不愿痴情那最后，才知人世走，路着家己了，又怎样才行会到？放下梦头头，春雷凄凋。听众朋友，大家好！有健康的喙齿花，喙齿才顾会掉。正常呢，十几当前，迄阵四十几岁，牙周病严重，这医生讲的吼。十几当后，咱因为有这条白沙湾齿膏持续个使用，咱即马变健康的喙齿花。你有想要试看卖无？真正有法度顾你喙齿花一条齿膏，白沙湾牙膏。台南矿六七九四五矿七九。台南矿六七九四五矿七九，感谢。我是昭慧法师，我在玄奘大学宗教与文化学系服务，曾经担任过系主任以及社会科学院的院长，现在是宗教系的教授。我对于能源转型呢，一向非常支持。其实呢，我们都需要能源，可是怎么样能够充分运用再生能源？怎么样能够减低对这个地球的杀伤力？这是在我们取得能源的时候要牢记在心的。至于我为什么反核呢？很简单，因为支持核能发电的人常常告诉我们，核能发电是高功率，而且是低费率的。可是高功率如果换来的是高辐射的核废料，而且祸延子孙的话，我不知道功率要这么高做什么。至于低费率，其实是没有把核能发电所带来的千年万世对这个地球所产生的伤害算进去，因此所谓的低费率其实是在再留子孙，是在吃子孙的粮，因此我坚决反对核能发电，不管是核四还是未来有核五核六，我都觉得应该要立刻制止。以上是我的浅见，谢谢。好，来，感谢伫咱联播各电台工商插播了后，咱阁转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转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 0500 6688。
电话会在时啊八点到下暗的七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无清楚、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公司拢会先困来甲咱做回答吼。送货服务、产品甲整产品直接甲咱送到咱的手内，这拢无甲咱加收任何的费用。生产公司咱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听众朋友，啊，这电话只能由咱公司这边再来做负责吼，免客气，电话甲沟通。推荐介绍咱所有优良的产品，咱拢欢迎搭配做各位。整产品的部分呢，公司甲咱准备真侪种，互咱做询问、做挑选哈。咱选一项为原则，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这个有点小弟阿星，小弟姚金，卡小弟张元军，伫咱线上来甲咱做先困的服务介绍吼，来，咱一寡活动来简单甲咱做一个报告来。来，咱讲一寡活动吼，首先就是咱新县甲新国家一点望公道上诉说明会，啊，这伫门啊在拜咱吼，啊，要来做举办啦吼。啊，主办单位台湾这县基金会主讲人是姚梦昌教授吼。包括林义正台湾制行基金会的执行长，啊，伫明仔载吼啊，这个拜六个下晡两点到四点半这旁吼，伫咱高雄市三民区九如里路255号6楼，这个所在要做举办吼，啊，咱到时大高雄地区，包括各县市的朋友有闲，咱拢会当来甲收听吼。另外，阁有一件正重要的代志，就是吼，咱知影国民党吼。在这个啊十月吼，23日要来罢免吼啊，这个陈柏伟台中区的陈柏伟吼啊，所以有这个中台湾台湾教授协会吼啊出来收听听陈柏伟，所以伫明仔载吼，伫明仔载下下载啊，11点到中昼12点半，这旁吼则有一场武峰区中正路734号民主义政园区。啊，这场这个二楼会馆后边同的会议室有一场座谈会吼，这是台湾教授协会请陈柏伟的座谈会吼，伫11点到12点半吼，这旁就对啊啦吼。啊，这武峰区中正路734号，这伫明仔载拜六，当然明仔载拜六都11点到12点半这旁，伫下晡的3点到5点这个这旁，啊，这个座谈会这是吼，同款武峰区。吉丰里新兴宫大同加油站的车对面这个空地，咱我那有一场座谈会吼，听陈柏伟的座谈会，啊，咱到时大台中地区的朋友吼，拢会当吼带来吼收听啦吼，上多就感谢，是感谢吼，啊，这活动啊，甲咱做报告来，咱今仔就要进行着拜五下晡时啊，咱的单元吼，大家轻松来唱歌来听歌呢啦吼，来我音乐哦，起立一下，稍等下，咱来甲看。姚琳啊，今仔要甲咱介绍倒一首歌叫《中国歌》，再来甲咱唱倒一首歌吼，来，我然后去叮当一下来，感谢啊。好来感谢哈，咱个回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专国免费的叫回专线啊，0800-0500-6688哈，来轻松来唱歌来听歌的单元，要你来给咱们来介绍多一首歌起来。今天去咱张大哥为咱所有听众朋友来分享的这首歌吼，这是一首由日语歌改编而成的吼。伊这首的歌，日语的歌叫做《立定人生》。立定人生，这大家对吼，无听闻。这日本的在翁祥一部的歌曲，独行独唱的歌吼，日语叫做《乌拉玛吉人生》，后加人生啦吼。这伫咱台语的歌曲，甲翻作后加人生，当然立定就是咧指后边的暗行。暗行就是咧咧指行啊。路人的生活啦，讲迄个。也是悲哀啦吼，哎，这算讲一个，你指这个上班女性，上班女性，哦，啊，这个书呢，立定人生的书吼，这是德典团呀吼，啊，
多点盘亚吼所写的书，啊那听的是阿波武雄所谱的曲啦吼，阿波武雄所谱的曲吼。当然这首歌有两人唱，在因日语的歌曲吼，上元敏和吉祥道主两个人合唱的一首歌吼，这是一首日语的歌曲啦吼。啊，咱这个日语的歌曲吼，伊歌词有来写出着这个啥？咱咧讲讲上班小车吼，伊的这个啥？生活那那，伊的生活一切吼、当然伊个心情搁较歹吼，无着人客来，伊买买个笑面，一个笑面，咱咧去招待人客啊，迄、个有介意无介意，拢爱即个吼，安尼足欢喜安尼就对啦吼。啊，所以咱底下要防坑吼，唱一条歌诶，尽情防坑吼，咱遮所有的查甫人吼，咱若去到迄个所在咧消费的过程当中，唔通吼，小姐甲你讲吼，放荡呢，我有介爱你，够想你咧，当作人是爱你呢，人想想济吼，迄是因咧直接应该安尼吼。啊，我爱尊重啦，我爱尊重啦，唔是讲开钱就阿伯安尼啦。来爱这首《李丁人生》，有那么是人世伊的日夜歌词是安尼写吼。啊，等下中国哥要唱着这首歌《后街人生》，伊这个啥歌词不是文霞所写，这种歌词吼，伊是陈明阳老师所写，无同啊，文霞老师写无同，都无同版本，无同款版本。咱家念这首日夜的看卖吼，讲伫这个冷淡的日光啊，照入来吼，看到这条黑暗的世界的后边行啊。唔卖遐尼啊假无义，用迄个虚情假意的话语来咧同情我无需要。我上班小姐看者啊吼，你免伫咧假无义讲吼，安那朱安那，我只是一类吼，伫暗暝要开的花蕊。伫即款的生活当中就对啊，连这般我都拢感觉讲做不行的啦。唔管比上吼超大啦、糟蹋啦，我嘛是赶快照常甲花开哦，大大哩。啊，然后吼爱练气嘛是爱对练气，甜言蜜语拢总是假，我无需要人来照顾啦，你卖伫遐咧假无义，要插我啦吼。凡呀，这个世界吼度过的日子就对啊啦，我只是吼敢那正万分尔，脾气啦、发牢骚啦、晒性地啦、个性倔强的我，有啥物唔对吗？伫自暴自弃当中，我一直食着薰。甲迄个雾一直困对即个啥半空中去，心中即个那空虚，都那亲像吼行尸走马安尼啦。唔管是我哩那交的酒，我就是安尼大大嘴甲啉落喉啦。暗暝开的花，就算季节不对啦，我嘛是同款吼开甲大大蕊芳光光啦。秘伫即个茫茫的烟雾当中，我家己偷偷流下目屎。只有伫梦中，是我唯一会当互我回忆的所在。好，阁好，好家吼，目屎打起为止。那安尼，将是门啊在吼，看到一光的光辉，染伫我的身躯顶。后街人生，后街人生。关吼，对方是啥物人，我非嘛是上班小姐的心，无奈的心情了，对啦。嗯，对对对。一旦讲是安尼啦，吼，啊，无奈现在迄地瓜树嘛，差不多挖起了啦，吼。差不多，伊后街人生嘛是安尼写的呢。嘛是安尼写。系啊，后街人生，啊，这个文霞老师这首歌，我难要甲讲吗？哎。这首的歌词当然含陈明阳老师写也是无同的。无同的哈。这个啊。问下老师伊，对，咱先听，先听日语的，啊，日语的听完了后，来讲问下老师的这个歌词了后，这个再来听问下老师的，安尼啦吼。好，安尼咱就先来个听日语版本的吼，这原版的吼，李丁人生，来共同欣赏，感谢。こぼれ日よ なまじかけるな うすなだけ夢もありし
感谢哈，这全大哥讲这是希巴利的歌声哦，哈，诶，李丁人生的对哈，写这个伫咧这个叫做烟花酒巷内底讨生活的女主啊，哈，伊的心声了对哈，李丁人生。啊，即卖来，咱就要来个听的是文夏的吼，来要听文夏之前，要然后先甲咱文夏国诶文夏老师呢所唱的这个叫做后街人生，吼，咱台语就变成后街人生的歌词，甲大家分享一下来。来这首这个后街人生啊，这个词是秋林写的啦。秋林的文夏。秋林啊，是文夏的笔名。伊的化名，哦，笔名，哦，有够济吼，有王水河，啊，秋林，诶，啊，文夏，文夏是伊干啦，文夏尔，哦，写过文夏，啊，其他的写词用有用吼，安尼知影吼，啊，当然曲嘛是阿波武雄啦吼，这是本曲啦吼。来这首的这个后街人生有三段啦吼，第一段伊讲安那呢？伊讲，阮来到这个街市黑暗的酒家来啊，虽然是为着生活，有时也会悲啊。夜半的阵阵冷风吹入阮心内，阮一生全无美梦，夜开的花蕊吼，这第一段。啊，第二段伊安尼写呢，写讲吼，阮今夜。为你花开，明夜为伊开啊！你那着替阮担心，唔免来挂意。怕水的茫茫前途，由天来安排。阮着是无主野花，所以乱乱开啊！啊，来第三段安尼写呢？夜半来点伫房内，
目屎流袂离，怨叹着阮的运命怎样遮尼歹，老了的伤心目屎那是真的事，阮就来提出勇气，才会哇对去吼，这一个上班小姐的无奈，这不是，不是咱外口人看有诶，对对对对对，另外界诶，另外界露出心声诶，改变做台语诶，但是歌词有那是写，有那是写，这个叫做后街内底，遐咧趁食，即系女性诶心情啊，对不对？心声，是是是，好来好，阿咧咱即摆咱就来甲听文夏老师所唱这首《后街人生》哈，日语诶版本叫做《李丁人生》，咱。现在来听文夏的版本，后街人生，来感谢。感谢文夏老师所唱这首《后街人生》哈，啊，日本的这个原版叫做《李丁人生》，两首写的拢总是伫咧这个叫做暗巷内底咧讨谈上班的这个小姐的心声对啦哈，安尼好听众朋友做一个了解。迄、那个文夏老师内面有咧写讲无主野花啦，所以乱乱开安尼就对啦吼。这真正啊，这个歌词咧写够厉害吼。来，来，我即马要来唱这个我的歌名叫做《人生悲喜曲》。人生悲喜曲，这个唔是咧写一个女子的心声，好，是咧写一个查甫人讲我改查甫人的心声。嗯，都同款，所以这个歌词哦，抗逆道。较唔是较硬，较简单，嘿，较阳刚，较袂，对，较很干对啦吼。
伊个第一拍是陈老师第一拍是啥呢？吼，人生可比是一场梦啊！尽管夺利几秒钟，唔免啦，吼、哦！双手拼来江山，扭手就换别人啊！嗯，吼、哦，是何必伤心免怨叹？世事是轮流转，吼、哦！江湖界，温情极端，何必再流连？莫个走跳就起来啦，好个做人就对啦吼。公道是非照理办，地气用事无采工，冲出重围渡难关，无人斗三工。你困难时阵无人斗三工对。二个金兰就是换贴的啦。嗯。二个金兰卖唔忙啊。慢慢的换掉呀，新民归起来去新民也系下官呐，化解了江湖温暖，这才是男子汉，完了吼。第三把，来时康康，去也康康，咱生来康康啊，规身躯拢白康康，吼康康，去也康康，要回去嘛是手拢无半行了，对吼。计较卖力，歹钱上，啊，色彩扬凉，变化多端，何必了怣工？吃苦耐劳，肯定当前途都有希望吼。顶本领，楼梯爬站，一站一站慢慢爬，成功连客人。这是咱陈明阳老师所给我写的歌词吼，啊，就是人生比喻曲，完全无同的。我都无同款，即个较阳，就像有人讲，阳刚气啊，阳刚气的。来，大家听下张连公为咱唱即个。后继人生，好啦，还是人生必喜剧。好啦，共同欣赏，感谢。心可比一场梦，情款夺你几两重，双手捧来的江山，扭手换别人，何必伤心变怨叹，世事轮流转，江湖界温情已断，何必再留恋。是非照你办，地气用事无采工，冲出重围渡难关，无人斗三工。一个金难买唔忘，心平气和愿，化解了江湖恩怨，才是男子汉。是空空去呀空空，计较卖你歹钱当，世态炎凉变化多端，何必了怨叹，吃苦耐劳免
免困梦，前途有希望。天分人老水地转，成功免可能。来，感谢啊！这首歌曲呢，这是张大哥现场为咱所献唱吼。这有哪共款是对你顶人生改变过来，这人生悲喜剧吼，人生悲喜剧。啊，这头前呢，文下先呢，教着了这个叫做希巴里所唱，拢是叫唱女性的啦，即唱女性。啊，张大哥即个无共吼，伊在唱的是男性的对吼。讲我改，讲我改，要讲我。免上计较啦，对，免上计较哈。哎好，然后来好，咱来进广告哈，啊，进一个广告了，了明再个倒转来，后边时间呢，咱规站拢开放可以唱歌啦哈。感谢。今仔日政治咱就等一篇无讲啦，好，感谢。0800-0500-6688，这个是咱全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这边来，要来甲咱听众朋友做介绍推荐，这是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咱圣山金立明第二代，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油厂所来制作而成。而且啊，这个制作过程当中是经过吼啊，咱高科技来做催促吼。这个高科技就是专门啊，利用这个螯合技术配合 PICS 这一个高科技的萃取，这是咱拜尔博士伊所研究出来的一种专利的螯合技术。这超临界萃取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当然，这嘛是经过吼啊，日本啊、韩国，包括美国、加拿大，这个眼科医师啊所来认定。目前就是吼拯救视力危机的名药，当然咱内底的成分有真多，伊有红素、玉米红素，包括花青素、小米草，包括吼啊决明子、稀油等等等等，真侪行的物件。即所有的物件，如果你若无来利用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甲做萃取了，会坏就对了啦。当然，咱的成分会大大的减少。简单讲，就是讲你无这项技术来甲做萃取这的配方，你所吼得到的这个效果未当真济。啊，所以咱啊尾巴啊，咱尾巴药厂吼啊，咱拜尔博士用这个专利的螯合技术来研究这的物件，这是目前上界新、上界安全，而且是上界有效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平常时啊，你都感觉讲有视力的减退、白内障、老花眼、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老目油、白眼症、大眼睛等等，甚至你本来都已经是近视，尤其是高度近视的人，你拢会当来甲挖去，来甲挖去吼。啊，当然，咱平常时如果你若是讲吼啊，时常咧用电脑啦、耍手机啊啦、看电视的朋友。包括你的工作是需要去进这个小小的东西，每天都要看，你眼睛一定会比较吼较容易损害到，还是说啊，咱啊长期间吼在外口咧走外部，不管你敲多歹，还是说你是开车的朋友，有可能你会挂一支乌林的眼镜来保护你的眼睛，这真好。但是如果你若长期间安尼落来，对咱的眼睛的伤害嘛是真大。恁拢有可能吼会提早比人吼早一天得着白内障，吼白内障。啊，当然，如果若是讲有遮个镜头的朋友，包括吼你的头脑、你的视野吼，是咧看遐个物件的人，你会通来吼挖可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吼。啊，咱圣山公司金立明第二代吼，这是由着咱加拿大尾巴药厂吼所来制作而成啦吼。来，接下来去另外要来给咱推荐介绍吼，这是咱的圣山软骨素。咱圣山软骨素内面有真侪成分吼，真侪成分拢是日本吼专利啊诶成品诶物件。
啊，这软骨素内面伊有日本的专利，就是软骨加原，包括日本专利乙酰葡萄糖胺。这个乙酰葡萄糖胺，伊最主要是咧吼修复咱受损去的软骨、硬骨，包括咧制作吼咱关节吼凹翘。不管是啊，这个手的部分，也是讲脚的部分，这个凹翘关节这个所在吼，制作以骨长骨长，和咱这个凹翘的过程当中会当润骨，吼会当润骨。那像从咧尖肌油迄一般，安尼咱就较袂去伤害到咱软骨，啊较袂去伤害到咱的硬骨。啊，如果咱这个啊关节这个所在，如果曾经也有去受伤过的话，有可能你制作骨长骨长，而且功能会减退。啊，这个功能如果那是减退的话，你吼啊，分泌出来骨浆骨伤伤过头少，还是根本你无在掉，人去分泌骨浆啊。你当来个挖去吼，咱圣山的软骨素，日本专利乙酰葡萄糖胺专门咧制作骨浆骨伤。如果那无只骨浆骨伤来个咱软骨的话，咱的手翘、咱的脚翘、咱的关节的每一个所在，正容易会去损害掉。简单讲就是吼，你打蛇咧磨吼，你迄个软骨咧去磨害去，啊磨害去接触咧去，你就磨着软骨，就是开始关节咧痛疼诶时阵。圣山软骨素内底也有黏多糖小分子，加元200，包括维生素 C， 也有咱诶美国 NEC200分解加素，也有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爱尔兰有机海藻钙吼，这是补充着咱人类骨头当中的钙吼，上加有效的物件之一。当然有真侪啊，迄、那个产品啊，伊拢强调讲话，伊的这个产品内面会当补充钙啊，补充什么钙？当然迄是吼，因所啊因的认为。但是咱直接要甲听众朋友，要来甲恁介绍目前补充钙上加有效的物件，就是咱的爱尔兰有机海藻钙这个物件。所以这个物件就是咱这软骨素内底主要的成分就对了。所以用这段时间才做朋友，有人台介绍个非常清楚的对吼，非常详细吼，处方啦，什么种种拢跟你讲个非常详细。软骨素，甲是金里面的第二代了对。除了在产品以外，信兰公司也佮有希乐通，希乐通专门的固定肠道清洁，这肠道若无清洁是袂使一个了。怎么这肠道白疼哦？你佮想方法者了对，惊死人，好呢吼。所以用这段时间才做，希乐通专门治疗肠道病。清理了对，这个是刚刚咱信兰公司有这这个稀土通，这密码就是团研发的了对。螯合技术，他都有人讲螯合技术就是种物件，所以相信话，我恁等下清洁，卡袂去剃掉就等下白听，这非常清楚了对吼。所以啊，个人五宝稀土清，这个会用吼，未使回楼客，会用啊楼客对啦，像咱这条狗啊，你赶快的对，楼客也疼。开始怕人杂质就对了，有的东西就对，又开始疼，那条狗就不痛，不痛就整个臭汗汗，所以上去的话，咱会更赶快意思就对，人家有拆掉就对了，吼，有时候咱走不赴了，在脑里看不到哪里，在心中看不到哪里，后面的血不痛，在脚不痛的哦，那把它清净了，所以上去的话，这五宝虚毒清改吃，吼，保顺健，南树平安。钙合三病的对啊，朋友出问题，咱知影吼，食补肾健血氧素，日本韩国一年销售5000万粒，台湾多啊多多，电台改咱咧做咧呢，米吧照传，就关乎咱做安尼咧吼，所以除了这三病以外，咱用许多山这三病来做搭配做使用，有啲冇不了解，拍电话做详细询问，0800-0500-0500。0800-0500-6688吼，这是咱中国民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吼。来接落来，咱要开放热线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趣味唱歌啦吼。现场热线电话2699456，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咱麻烦加06感谢。感谢，谢谢。哎，你好，不好意思，是嘞，我来个拍一下吼。来，你好，你好，啥位哟？你好。
啊，来唱歌啦，来唱歌，唱歌较好啦。哎，我来唱吼，啊，做单位的歌，吼，心心乱啦，吹心乱，这老歌，有三炮，这不是单位的歌，嘿，单位吹心乱，这歌和老歌未分得啦。哦，有三拍啦嘿，啊，要唱三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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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知袂当来作对，偏偏才来爱着你。事到如今要怎样，阮也不敢做主意。你的真情甲心意，永远不敢放袂记。今日才知离开你，真是痛苦的代志。明知甲你无缘分，心内为你乱纷纷，怨叹自己歹命运，饮着痛苦含嘴吞。有你也不知阮身份，一直对阮来求婚，叫阮怎样来应准？愈想心肝愈忧闷。你是有钱有地位，阮是像我有惊意，明明知也陪袂起，决心甲伊拆分开，转来故乡看惊伊，心内犹原思念你，叫阮怎样活落去？伤心目屎点点滴。谢谢，感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嘿嘿，你好，你好，嘿，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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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我咧唱《相思海》，相思海，我好来，感谢哦，谢谢，我来，海人茫茫相思海，茫茫是东西，阮是思滚滚袂来，大心今何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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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海家有替阮做花西，海中国就像是海，孤舟梦天涯，阮是做滚滚，不知波浪满百来，满百来，满百来。莫把来啊，海风传情河一载。嗯，好，谢谢啊，感谢，感谢，感谢，真好，真好啊，谢谢，来，你好，你好。喂，潘先生。姚人，是，张大哥，张连军呢？我来唱一条迄款
国民党六七十年前的这個世界名曲。好，哦，嗯，会使啦。好，欢迎来。皇宫，皇宫，皇宫大路起。皇宫，皇宫，皇宫大路起。大路是我们的国土，大路是我们的疆域。我们皇宫回去，我们皇宫回去，皇宫回去，皇宫回去，把大路守护，把大路守护。这是其中的一条啦，是，啊，个另外一条，来，大道二哥皇宫唱，皇宫唱，小妹时髦。三间守护大陆，这些同胞不从命令完成革命。我们皇宫回去，我们皇宫回去，皇宫回去，皇宫回去，把大陆守护，把大陆守护。真的真的中爪哥，喂中爪哥，喂这人刚刚你哦，他在这边呢，常常听你笑的，对了而且这个笑国民党的这些去咧破坏中的迄个欢迎节，是今麦的态度他们较大，是都在小的态度看是谁的，对了，你搞一个，赞，好，感谢你哦，谢，来，你好，你好，来，我啊，安定美林哦，好。感是在心内无感情，也是你放眼都不明。我已经爱你，一心坚定，怎样咱的爱情天顶变红灯？红灯美人，你害我心袂清。红灯美人，你害我心头硬。你若对我无感情，为何你烧酒饮袂停？你若对我无感情，为何你心肝用手蒸？红灯啊红灯，美人啊美人，请你唔通伤熬劲，吃袂耽误。好，谢谢，感谢，真好，来，你好。你好哈。你好。啊，我唔捌你啦，啊，唔捌听啊。好，来，你来唱。多人家听。嘿，来。到时候我唱金包银。金包银。好，来。别人的性命是空金哥包银，阮的性命唔值钱。把人若开嘴是金言玉语，阮若是假讲话，难免会出代志。怪阮的落土时拄着歹伯利，人是好命仔，阮一个做兄弟。窗外的野鸟替阮啼。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虽然是做兄弟，阮心也真稀微。少就看阮度日子，因为我头惊，无过去的往事，过去的往事，唔敢提起。想袂我头惊，怎样会无勇气？好，感谢你，谢，感谢，来，你好。喂，你好。对话。大哥，你好。喂。我们舞台的练声，你们唱多几首来，你唱。啊，对话，对话，对话。嘿，是。好。卡纳西萨玛吉拉斯，可诺萨克奥。哪里个那次去打有没有一下给多
あなた、なぜなぜ私を捨てた。身を投げて尽くしたその果てに、夜の酒場で一人泣く。啊，谢谢。感谢，谢谢，谢谢，谢谢哦，谢谢你好，你好，你好。陈大哥，你好。哎，你好，你好。三，迄个阿林街的迄个。星。阿星。嗯。大家好啊。哎，你好。我这大爷，我这我。好，我见，我见。来。这几首。爸爸真伟大，到我家，为国起大战，当兵笑哈哈。走吧走吧，哥哥爸爸，家事不要你牵挂，只要我长大，只要我长大。谢谢。水水水水，来你好你好你好。喂喂，山顶来。喂。哎，来你好你好，哥哥你好。我这条那个阿鲁阿美龙五五，来，阿鲁阿美龙五五，哎，来，好，开始哦，好好好，阿弥陀佛，悉陀悉陀陀，阿鲁阿龙五五，苏那达，悉尼陀佛古陀。よりそって、アメの音、濡れながら、二人かの地歩いた。雨に濡れても、二人きり、歩いの後、ことなった。からなめらめて、寄せ合って、花をつかれて、二人玉で、歩いたね。雨が降って、今日もまた、ある日の午後、ごめんいらす。う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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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感谢，好，谢谢哦。我那没懂个，好，谢谢，感谢，感谢，没懂个节目，是嘞哈，是嘞，是嘞。那咱今日就讲，感谢你。你就假去中秋节来到今仔日来，已经经过十四天啊，吼。啊，所以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伊感觉讲最近吼算平稳，吼啊，所以十月初五过了后，各会陆陆续续开好一寡吼，所谓的这个营业场所啦，吼啊，同时包括吼啊，十月初三在公布户外控管所在，是不是爱搁挂嘴烟？但是用的是公布。好，感谢，谢谢。来，时间的关系，明仔再共同再会。拜拜。